人体拥有十分精密而且奥妙的自体免疫系统，当它正常运作时，这免疫系统可为身体提供24小时的防御。尽管如此，当我们的免疫系统趋向疲弱时，我们仍然可能因受病原体感染而生病。这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中的巨噬细胞不活跃，而不会对病原体采取任何行动。所以，我们该如何确保体内的巨噬细胞可以24小时的正常运作呢？ BE International 荣誉呈现 Shiruto， 其独特成分 IPPA1 是一种经过专利发酵过程的小麦萃取物，它是我们免疫细胞不可或缺的维生素。IPPA1 会与巨噬细胞表面受体结合，以激活巨噬细胞。一旦激活了巨噬细胞，它们将会通知其他免疫细胞一同攻击，抵抗并吞噬病原体，从而保护人体细胞。当巨噬细胞消灭了所有病原体，它们将会调节免疫细胞以停止攻击，让免疫系统恢复平衡。然后，巨噬细胞会清除被歼灭后的病原体、老化和病变的细胞。最后，巨噬细胞将会释放免疫因子，促进修复损伤的细胞组织。这种独特成分 IPPA1 的功效已经经过临床验证，并证实了它可以有效地激活巨噬细胞的活性，并且比 beta 葡聚糖和乳酸菌有效1000倍。 Shiruto 无疑将会是我们免疫系统的最佳维生素。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将会帮助小孩提升免疫力和减少患病的次数，对于大人而言，它可以帮助减少过敏问题并帮助早日痊愈。另外，它也可以帮助年长者提升免疫力和减少各种感染问题。 Shiruto 免疫维生素，唤醒您的免疫系统，享受美好健康人生。